世界痛了，信了那会被打倒。空中花园，傲慢极没法救天高。用念算什么？信念就是我的祷告。别叫新闻这么假，天色这么差，相信爱可统领天下。别怪烟花这么花，可守报上吧，将那黑色世代转化。无论穿不冷恨，仍旧张开双眼，用理心感应天赋他。让我武器会软化，在手中的十架，尽力量感应着世人吧。看见嘅士兵，听见嘅叫声，睁住嘅眼睛，等见嘅救星。究竟是建议指引一条点样嘅路？谂多专家长冇人知道点样去做。你睇到毁灭，定睇到创造？眼为低嘅话，会睇到一条光明嘅路。将你生命就有最美好引导，信和爱传递咗你嘅系一步。新闻这么假，天色这么差，相信爱可统领天下。多谢嘉燕姐，系啊！欢迎大家收睇《流行经典五十年》。嗱，头先咧同我一起载歌载舞班年青人，系咪好有活力噶？哇！系啊，佢就系嘉燕妈妈嘅学生，佢哋系 Honey Bees 同埋 Super Boy， 俾啲热烈掌声佢哋先。咁啊，今日系大年初九，系再次同大家拜年好唔好啊？好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恭喜发财！我哋请咗好多位歌星，为我哋咧唱出唔同年代嘅经典流行歌曲。冇错啦，今日咧歌手朋友咧，有啲系好耐咧都冇见佢出现过噶，咁啊专程咧请佢上嚟唱歌。亦都有啲嘉宾系曾经上过嚟我哋嘅节目，但系咧好多观众咧都反应好热烈，所以我哋再次邀请佢上嚟嘅。好，而家不如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好唔好啊？好，好。首先请嚟而家忙于筹备演唱会嘅黎瑞恩。系。仲有魏如山、连诗雅同埋歌莉亚，我呢边咧就好耐冇见嘅刘玉翠、汉人同埋小雪，欢迎欢迎咁多位啊！有咁多位嘉宾同我哋贺新年啦，一于咧就好事成双，揾两个嘉宾一齐出嚟。好啊，咁我哋先交俾小雪同汉人啦。受了你不感觉
多謝曬兩位，多謝曬小雪。係啊。嗱，漢陽咧就一直都有兼顧嘅台前幕後啊嗰啲工作噶啦，但係小雪咧就真係好耐冇見你啦。你退出咗演藝圈之後咧，其實個近況係點樣咧？其實我係暫時離開咗個演藝圈，因為始終我要照顧小朋友啦。即係雖然佢哋而家大個咗，咁我都希望將多啲時間擺喺小朋友嗰度咯。咁咧，我想問啊，其實我介意呢隻歌咧，當年咧攞好多獎啦，同埋喺卡拉 OK 咧好多人點唱。而家咧同台再唱，有咩感覺先？依家唱翻呢首歌個感覺就比較享受咯，即係咁多年之後經歷咗好多嘢之後咧，就特別投入到呢首歌。嗰陣時同我唱就好慘嘅，而家就勉強 OK 啦。好多謝曬兩位先嚇，咁啊小雪咧就好耐冇見你啦，咁上到嚟唔係淨止唱一首歌嘅，希望你送多首歌俾大家好唔好啊？係，交個台俾你。好。之前咧，你個好朋友胡慧康咧開咗個演唱會，請咗你做嘉賓，哇個反應非常之好。有冇諗過自己開翻個演唱會啊？如果開演唱會，我一定要同阿蔣志光一齊。如果唔係我自己，我唔制。哦，係啊，咁我要話俾蔣志光聽先得。你哋話好唔好啊？
耶！嗱，今日你就見唔到張志光啦，不如喺呢度送首歌俾我哋嘅觀眾聽下。好啊。城市麗人好嗎？好，隻歌佢寫嘅。啊，佢寫㗎。係啊。好，有請魏以山。像那静溪之中一处浮游，淡入淡出，有食有在工作，半点倦眼，略带一声声感叹，但瞬间竟已变习惯。城市拉人，活似海水。上冰块，内热外表对积冷感缤纷，爱得璀璨，但记忆仍然是冷，让这种感觉继续淡。我心倦疲，来日可否挣脱这束缚？为何仍自我封锁？我心倦疲，回望昨日那天空与笑，人步话尽变改，剩低只一个躯壳。點啊？係 Michael 喺我哋呢個經典五十年啊，嗯，其實有好多咧係隱世嘅，好多經典嘅歌曲咧，同埋歌手咧都係俾我哋遺忘咗嘅，我哋應該發掘翻佢出嚟喎。冇錯啦，嗱，其實一首歌嘅成功，除咗係歌手啦、作曲、填詞、監製嘅功勞之外咧，其實幕後一班樂手咧都勞苦功高嘅喎。我今晚咧就啱啱要介紹一位，就係我哋樂隊裏邊嘅，同我哋唱和音嘅。佢把聲好靚嘅。嗱，歌利亞除咗唱和音咧，佢仲出咗好多隻發燒碟添喎。即刻有請佢幫我哋演繹咧，楊千嬅嘅《野孩子》，等我哋大家陶醉一下。
就算只谈一场感情，除爱都是一时虚荣，不等于在蜜月套房又换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，情愿获得你的尊敬，承受太高傲的罪名，挤得进你臂弯，如情怀渐冷，未算辜负也伶仃，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，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，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，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，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，男孩子不守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，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，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，让我依然坚持忠诚，难道你又适合安定，真可惜说要问我的还未问，自己就自梦中苏醒，离场是否有点失敬，还是更轰烈的剧情，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，让我于荒野自证，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，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，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，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，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，男孩子不守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，是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，连没有什么本輯節目獎品非常豐富，其中包括六福珠寶送出星旺全家系列足金貴婦犬及名貴禮品總值70,000元，嘉義媽媽迷你曲奇及蝴蝶酥禮品總值199,000元，香港製眾堂中藥廠有限公司送出蜜蓮燕窩川貝枇杷膏禮品總值392,000元。大家都知道你是演藝學院出身的，一出道就得到電影新人獎了，哇，你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，咁後來你又出碟做歌手喎，我知道你近排就不停去拍電影拍電視劇，亦都知道你嚟緊會好似搞個舞台劇，就是嚟緊嘅十月，咁咧就會做一個14場啦，暫定一個舞台劇。我諗大家都好期待你嘅舞台劇，我都期待。係啊，唔知啊，我諗大家好期待聽下徐唱歌，因為好耐冇聽過啦。即刻將個台交俾你。OK。Thank you.
嘉燕妹，系啊！我听人哋讲话咧，而家啲人就少听咗广东歌，咁啊香港乐坛咧开始有啲青黄不接，你又觉得系唔系咧吓？我又唔系好觉得喎。嗱，好多新生代嘅歌手咧，一话开演唱会啫，九秒九啊，就俾人送晒啲飞噶啦。唔单止咁啊，佢哋仲喺网上听歌啊。冇錯啦，咁啊跟住出場呢位歌手咧，佢首代表作咧喺網上嘅點擊率啊係突破10,000,000嘅，我諗好多歌迷都聽過呢首歌啊，而家就請佢出場好嘛？好啊，有請年詩雅，到此為止。找到你伴侣，才能够情景，我却哭得出眼泪。时常在联想，你会温馨地抱他午睡，仍然自己现在没任何权利再抱怨一句。我再没勇气向你讲假事，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，为你将睡眠忘记，通宵倾谈，但已经顿成往事，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，是年纪小的不知，今天你能忘记，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。
迎曬小欣子，歡迎，歡迎，歡迎。我知道咧，你嚟緊咧就將會開個演唱會嘅，係嘛？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，今次有啲咩秘密武器咧？話咩秘密武器？梗係秘密嚟啦，講唔講得㗎？六年前咧。你係請咗好多嘉賓喺你哋演唱會度啦。咁今年嘅演唱會咧，你會請啲咩嘉賓咧？一啲長輩嘅歌手，前輩唔係長輩。一定唔係我。大家都期待你嘅演唱會啦。不過喺呢個時刻咧，佢哋都期待聽你唱歌。你哋話係咪啊？嗱，咁啊唔可以走啦，要同我哋唱翻隻歌好唔好啊 ？OK。谁人让窗纱敞开窗？
痴爱雨点洒进来，一丝丝心进怀内，缓缓地轻轻亲我，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内，雨停留在我心，轻抚我的心，仿佛取替你的吻，吻在唇上似真，飘忽到已近。準備咗咧係足金嘅金券送俾大家。冇錯啦，嗱而家啲嘉賓咧手上就有個徽章喺度嘅，一陣你打開佢，如果有寫住足金金券嘅咧，就恭喜你啦，你有隻金券一隻嘅。我數一二三，你哋就開啦喎嚇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開。開行前一步，行前一步。好啦，四個都有。講一句公開説話咧，就可以得到呢個足金金券噶啦。今年嚟緊係九年，咁啊，梗係希望大家長長久久。咁今年九年咧，咁祝大家旺旺旺。好。我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我祝大家龍馬精神，開開心心。恭喜曬咁多位啊！亦都恭喜所有今晚嘅現場觀眾，個個都可以得到豐富嘅禮物包嘅。冇錯啦，咁我喺度代表咧流行經典五十年全體同仁咧，係恭祝大家九年得意，每日都咁開心。Yeah.